今天啊，有很多书圣的啊，我们那个旗子绕一遍，哦，也不得了，自己都算不过来。所以这个佛的功德、法的功德不可思议啊！今天呢，我们中心地藏菩萨有安坐开光，哎，请问今天我们法会地藏菩萨在不在？哎，在。我们念念地藏菩萨圣号好不好？我们全心观想啊，有地藏菩萨啊，我们都在，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地藏菩萨的毛孔里一样。那么地藏王菩萨，那么地藏王菩萨，那么地藏王菩萨。我们现在在这里啊，请问现在那个医院里面加护病房有没有人呢？有没有？现在殡仪馆里，殡仪馆停尸房有没有尸体啊？
那个屠宰场啊，被杀掉的猪鸡有没有啊？恶鬼道理啊，没有吃啊，肚子大大，喉咙喷火，有没有这样的恶鬼啊？地狱里面啊，被开肠破肚啊，拔舌啊，然后油锅，铜床铁柱啊，刀山剑树，有没有那样的众生在受苦？现在，哎，我们为这些众生来一起念佛，念地藏菩萨，好不好？南无地藏王菩萨，南无地藏王菩萨，南地藏经是非常主要的一门课，请问在座读过地藏经的请举手。啊，还是不错，很多人读过啊。剩下还有没有读的家要补这堂课，去补地藏经。讲地藏经是怎么样一个因缘呢？佛陀年龄越来越大了，在人间的已经不久了，所以佛陀用这个身体升天为他的妈妈去说法，这样一个因缘，地藏菩萨也现身啊。因为在这里面，佛陀为母说法，救度母亲，这个精神就是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其实就是佛陀自己，为了度一切如母的众生，永不休息，永远不安住在佛的尊贵的位置上啊。比如今天大家来参加法会，看到出家人的形象，出家人的形象就代表地藏菩萨。像尊贵的海涛法师，电视台台长的，我要过。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佛教电视台？
哎，这几天啊，刘德华也在吉隆坡啊。请问刘德华会不会到这里来？不会的，因为他拍一个电影，他的片酬要1000万、2000万至少的。他到你这里来，能有多少钱给他？那海涛法师为什么来了呢？我前一段时间才知道，他到大陆去一场法会，别人主办法会的人一场法会可以赚几百万呢。我现在主一场法会好了，我自己寺庙里主一场法会至少50万、啊、也就是25万，我们啊这个马来币啊。我们千里遥远自己买飞机票哦。中国有一些弟子说，师父你出去太辛苦了啊，做公务场我供养。法师来带了多少礼物啊，全部免费啊。请问免费是没有费吗？没有费吗？哎，就是为了让大家好好学佛啊，把大家当父母亲。哎，佛法里刚才大家读的这个法会课诵的哪一句话都是无量价值的。不要说诸佛的名号，每一个咒语的都是无价的，整个地球的价值黄金合在一起没有这一句话，佛经的一句话价值高。哎，但是我想想，我们为什么到现在每一句话价值那么高，到我们口里一点分量都没有，就划过去了。阿弥陀佛成佛时节了，我们还在这里轮回，你还准备轮回多久啊？哎，都成佛时节了，释迦牟尼佛发了500大愿来我们这个哎，这个罪恶的娑婆世界，五浊恶世，我们一点点也不知道，也不觉得这个世界恶，也不觉得它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自己就很浊很恶的。师父劝吃素，不要啊杀生，我们几个心里面真正的热血沸腾的响应的，觉得很可笑啊。有的人甚至觉得很可笑，你当和尚吃你的素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好像当和尚我们为自己当的一样，我们为了一切众生我们才穿这个衣服啊。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啊？我修行我也可以穿家在家衣服修嘛，也可以留着头发跟大家一样啊。那为什么要穿着这个衣服剃着光头，还要这么远的跑到我们马来西亚，跑到我们北海来？你看到我们难道不感动吗？啊，法师以前读《地藏经》跪在地上读啊，我以前读《地藏经》是流着泪读啊。佛陀一遍一遍的嘱咐地藏菩萨，不要令众生堕落啊，众生有一丝之善，不要让他堕恶鬼啊、地狱啊。我们算算命看，我们在座算算命看，我们死了之后会去哪？如果没有佛法这个慈航，没有佛菩萨来救我们，我们会到哪去啊？哎，前面这样故意提醒大家，我们坐在这很舒服呢。你看，哦，有法师带着，吹着电风扇，有免费的便当吃，哦，很舒服呢。这加护病房有没有人呢？有没有插管子的？停尸房停得满满的。这两天那个菲律宾停尸房停得满满的，没办法，尸体落尸体啊，叠起来。恶鬼地狱更不用说了。就这样，我觉得我提醒大家，我念我还发现我好像没有几个进入状态的。我在大陆带大家念的时候，近一半的人会哭着念的。大家一听到地藏菩萨名号，泪水就会流下来。哎，这里我看刚才有没有人流泪的？
我是没看到，不但没流泪，有的人他是念也不念，在那边哦嘻嘻哈哈。我们到每次来马来西亚劝年轻人出家啊，你们出家几个？来了这么多年也没看哪个出家。哎，靠我们这个外来的跑到这里来撑撑场，那撑一下，像上次来半夜里面赶到下一场已经凌晨一两点钟了。这次好哦，这次我们稍微那个点就住的当地吧，那明天一早又要赶行程了。还是一样啊，出行李要赶行程。我们大家真的有动于衷吗？我们对五浊恶世这个名词真的认可认同吗？哎，除包氏不闻其臭，为什么？因为久了，我们已经久了，轮回苦海了，我们已经习惯了。佛跟我们说五浊恶世，我们怎么觉得这五浊恶世啊？哎，一点惭愧心都没有。惭愧心没有的，救都没办法救。我跟你说，真地藏菩萨到你面前也没办法救的。哎，阿弥陀佛，成佛时节跟你也不相干的。所以大家至少人，我们想学佛，至少一个姿态叫惭愧啊，常惭愧，还能起到这个叫就底线，修行的底线就是惭愧心。如果惭愧心都没有了，修行根本都不是修行的。你说，哎，大家来不知道结什么缘。如果结不是结佛缘了，那真的就佛缘就没有了。哎，还准备轮回多久啊？等阿弥陀佛成佛20劫的时候，我们还在轮回吗？还想轮回吗？啊，那地藏菩萨度凡夫都成佛那么多了，为什么我们还在这做凡夫？那地藏菩萨的错吗？我们说贪嗔痴的罪业，你有没有意识到我有贪嗔痴？我贪嗔痴是罪恶的，有没有意识到？哎，像我们中国啊，中国十几亿人，一年就是因为抽香烟就要死300万到500万，你看那是香烟害人的吗？就是我们自己的愚昧啊，香烟又不会跑到你嘴里去。一年死于饮酒的，死于吸毒的，多少人啊？每年打架死的，被别人谋杀的多少啊？这都来自哪里啊？就来自于贪是有罪恶的，嗔是有罪恶的，愚痴是罪恶的。我们身上充满了贪嗔痴，却一点罪恶感都没有。哎，佛教徒天天要忏悔，天天要皈依，要找感觉。你找到一份感觉，哦，你就进一步了；找到一份感觉，就进一步了。你那个人到时候才能变成干干净净的，身体外面也干净，里面也干净。否则的话，你像我们马来西亚很热，回去要冲凉，你那个肥皂沐浴露再洗，你再洗洗个3遍，你里面还是臭的。你能把灵魂也洗干净吗？如果把肉体也洗干净，灵魂也洗干净，只有好好的认真的学习佛法，从心地上去解剖，去认识我们是凡夫，我们是罪恶凡夫，是轮回里面将要沉沦到苦海里面去的，苦海深处去的。哎，这样子自我反省了之后，才真的会愿意忏悔，愿意看到阿弥陀佛手伸过来了，愿意去拉佛的手啊。啊，否则是阿弥陀佛常伸手啊，我们从来没去拉过呢。地藏菩萨常在我们人间，常在三恶道名扬教主，但是我们根本不理
会地藏菩萨。想想看我们自己吧，我们辜负地藏菩萨，你说我们这是什么生命啊？你辜负爸爸妈妈好了，爸爸妈妈对我们纯善之心，但是佛菩萨跟你爸爸妈妈，你的自己的生身父母跟佛菩萨怎么比啊？哎，有的人就想，我佛菩萨，哎，我在中国认识一位法师，他收养了孤儿，收了四五十位孤儿。那这些孤儿哪里来的？就是别人爸爸妈妈生了自己的儿子，看这个儿子是手是佝偻的，有的是兔唇的，有的是脚是不行的，就嫌弃自己的孩子啊，杀又不忍心杀，丢又怕野狗拖去，就偷偷的放到寺庙门口啊。你想想看好了，父母伟大还是佛菩萨伟大？哎，真是这样啊。那法师把他收下来养着，雇保姆，一个小孩一个保姆雇的，把他们养大，然后送他们学习读书，给他们生命的未来。你这个对比就对比出来了。哎，父母生了自己亲生的孩子，有时候都不要啊，丢给佛啊。地藏经里怎么说啊？就是在地狱里面，儿子爸爸遇到了也不肯替罪的，我跟你说。哪里肯替罪啊？父子相遇不肯替罪啊？那地藏菩萨多慈悲，把你的罪背到自己肩上来，亲手拉着你的手，把你从恶道里拉出来。所以我第一遍就是问大家，我们有没有被地藏菩萨救过？我们谁没有被地藏菩萨救过？你没有被地藏菩萨救，你能坐在这里做人呢？ 这样子佛菩萨这样子伟大的精神都不能感动我们，你想我们这个我们的心有多厚啊？比牛皮还厚啊，麻木不仁啊。哎，什么叫凡夫啊？就是一生罪恶的人叫凡夫。什么是圣人？罪恶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干净了，就变圣人了。就圣人都是凡夫觉醒了好好修炼，但这个修本身是一个很刻苦的过程，自我否定啊，师父告诉我们的叫死亡之前的死亡。为什么要死亡？把不好的习气把它寂灭下来，所谓的涅槃就是痛苦的寂灭，罪恶的寂灭。那你都不认没对我自我的苦难，对自我的罪恶没有认识，你怎么可能去寂灭呢？寂灭自我的罪恶就是自我拯救啊！你的罪恶你不寂灭它，你不去消除它，佛菩萨哪里有什么办法？哎，讲是我们讲的，修还是要靠大家修的。哦，跑到这里写牌位都交给师父了，哎，是你有缘的。我们来发愿是带大家，哦，带大家往这条路上走啊。我们是带的，你不走有什么办法？医生只是开药的，不吃药我们有什么办法？所以大家要有一种，不管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，年纪轻的要自我反省，年纪轻的趁这个机会，身体身心还没有污染的很多，赶快向佛的路上走。年纪大的想，哦，晚年遇到佛教了，我人生这么多的苦难足以做佛法的证明，证明这个世界是没有佛菩萨，没有极乐世界毫无出路的这个世界啊，正好用整个的人生的经验来好好的实践佛法啊。年轻人呢，用我们干净的身心来实践佛法，把它变成我们生命的优点。所以这样的生命，你遇到佛法了，我们生命才能都展现出优点，不管是年纪轻还是年纪大的。如果没有佛法呢，年纪轻的没污染，那以后会污染的，有什么稀奇啊？哎，年纪大了光知道苦，但怎么是不苦呢？又不知没有佛法的话，怎么知道无苦之道呢？哎，所以只有有佛法，所有的人才有希望，连一条鱼一只鸟遇到佛法才有希望，整个三界的火灾哪里有出路啊？所以学佛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超出三界，
跳出三界，这是佛陀来的一切诸圣贤来救我们的目的啊。所以大家在这边啊，这个地方多好啊，你看马来西亚本身宗教信仰就自由啊，外在没有压力，但是我们不要内在迷惑，凡是来自于外在的恼乱是来自于内在的，你内在不觉醒，内恼不停，外在哪怕很那个很好，也变成你造恶的因啊。就像一个没有觉悟的人，给他很多钱，他这个钱会让他堕落的。所以这个我们要珍惜外在的好的环境啊，珍惜我们这个现在还是和平的时代，没有打仗，没有天灾人祸，我们还可以好好的静静的修行啊。否则呢，真的世界大乱了，我们还怎么修啊？宁做太平犬，不做乱世人呢、啊。我们现在是太平世界的人，珍惜这个时代啊，这样子也能回报国家，回报啊领导啊长官，回报父母，回报老师，回报祖先啊。所以，虽然我讲的这个语气有点重，但是它是道理啊，忠言逆耳。希望大家有智慧的人能相互警策啊！我也是说给自己听的，阿弥陀佛。